迎接母亲节的来到，北门区公所为区内长辈庆祝母亲节，上午特别办理六人讲座，邀请严俊彪博士演讲，希望推动北门区成为一个安全幸福的所在。咱即卖长辈啦，因为大概脚路拢无盖好，所以伊要出去厝边隔壁，嘛感觉无啥意愿。你甲想一天干那甲送便当好食，伊无啊多通教人大家沟通，伊嘛心情嘛真郁卒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甲因开导一下讲吼，咱要快乐，必须要就是讲吼，家己去往家己想要爱的物件去找，唔茫定单苦淡厝，安尼吼会失去愈来愈无动力。有感于北门位伫咧较偏向高龄长辈较济，讲师透过趣味演说，引导长者快乐学习，提升人生的价值，分的内心充满正面能量，喜气活力。用伊的这个数十年的这个生活的智慧啦吼，佮伊这个伊从政的这个经验吼，来甲咱这个总结吼，来甲咱阮的时代吼，来甲咱做一个分享。要安怎让这个咱人保持这个快乐？母亲节是一个满满感恩、幸福美满的节日，希望透过工作的举办，和每一位社区居民都会当生活在快乐美满的环境当中。这个目标更是需要全体居民做伙努力。南天新闻台的北门采访报道。